你好，你王雅婷小姐的包裹要被人签收哦。哦，阮之前有包裹，人拢会敲电话来，啊，今日我也无接到电话啊。可以快点吗？我还有包裹要送呢。你，哦，柯小平啊，我就知影是你哦。哎呦，啊，送快递，啊，搁喷香水，啊，笑破人的嘴。哎，你来这紧就放出来哈。 吹吹吹，温家无欢迎你，下下下！喂，柯小平啊，我要去，柯小平，你别想闯关，你柯小平你出去，我就是要看到你。安娜，会惊吼？人家害草，你得甲我哥哥滴，我强要让你欢喜。你想要从啥？人家害草，害我有厝无法度转去。 我今仔日就是要出床啊！小查某，小查某，你这是害虫啦！要碰碰你家己啦！你真正有够害的呢！你唔知吼，唔知我敲电话，紧老爸甲你拖回去哦。都是因为王雅婷，我才让阮爸挂走，害我无路无厝，这一切拢是你害的，我就是爱你付出代价，无你是老煞阿妹哈！ 你甲家伙阮妈杜成恩做的歹代志，恁爸是有去当然的啊！恁无检讨家己，走来阮家呛声，无你是头壳歹去哦！做啥物律师？笑死人！真够讲话吗？我今仔日就是让你无法度讲话，让你去落地界，去忏悔，你做啥物对不起我的代志？ 柯小平，你要做啥？ 我要听，对付你这种人，就是爱用这种方式，才会当一劳永逸。你笑啦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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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这是什么啊？血腥玛丽，最好是合肥。我刚才我拄则去买宵夜的时阵，顺便买番茄酱，明仔载做蛋包饭，摕来对付你呀！你敢创我？你死啊你！是啊，这个算是杀人未遂，问到有件事情全部拢落起来。哎哎哎！快点赶过来嘛！真巧吧？你完了吧？你两个完蛋嘛？完蛋！妈妈妈，大姐有跟我讲，我不要紧，我嘛不带钱。是讲我这个柯小平今天有够赶巧，变回走去了。不带钱就好啦，啊不过吼。咱也是爱报警啊，避安一下哦吼，无这个这个查某囡仔这艰苦吼，嘿，唔知搁做啥物无法无天的代志啊。嘛是嘞呢，我看柯小平这站吼，一定会过来闹，伊无咱你敢那会放我煞啦？来吼，咱又搁该架势啦。以前吼，恁爸遐兄弟我拢无咧惊，一个查某囡仔屁有啥物通好惊？对。是啊，雅婷，我这做阿姨的，一定好好保护你，还有你巴肚内底的囡仔。今天多谢你，妈多谢你。